这两只怪兽很凶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于是村民就拜托桃太郎出现。桃太郎就带着他去，桃太郎队伍去后面排队，快点，队伍啊，去排队一下，来跟在桃太郎后面。桃太郎后阿姐来吗？快点快点，来，通通去后面排队。这些部队通通跟着桃太郎走。来，我们征求一位。来，怪兽打败了，已经在地上了，有没有？来，那你拿这个来捶一下怪兽。
来一张。好。OK， 好，演得精不精彩？好。